各位校友，大家好！今年二零二零年六月七号，是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下面呢，我演示几张 PPT，啊，帮同学、帮校友们呢回忆一下在母校学习、生活的场景。这是主楼，主楼的左侧呢是机械楼，主楼的右侧是电机楼，这是行政楼。 这后面是图书馆，图书馆相邻那条街呢，就是步行街，原名叫四四零街。四零街的右侧呢是我们的食堂，啊，同学们、校友们当年都在那里吃饭。我们能源学院呢是在机械楼的后面，这是动力楼，啊，节能楼呢在我们这里看不见。这是我们主楼的雪景正面的啊，主楼，这是主楼的夜景。 这是最近我们校庆期间，主楼啊，包括机械楼、电机楼，俯视拍的一个照片。下面呢，我以传热学中的辐射换热为背景，唤起校友们呢对当年学习传热学的一些回忆，并呢拓展一下辐射换热在航天、国防、高科技领域的应用。第九章辐射换热计算。 两个物体间的辐射换热，除了呢与表面温度和辐射物性相关外呢，还与两个物体表面之间的几何形状、大小、相对位置等几何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呢，常用角系数来考虑。所以呢，角系数又名形状因子、可视因子、啊交换系数等等。为了使角系数。 仅仅与物体的几何形因素有关，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其目的呢是将几何因素对辐射患者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限制条件呢有下面四条：第一呢，表面是慢射体，也就是说它既是慢发射也是慢反射。第二条呢，要求是表面的辐射物性均匀。第三条呢，要求表面是等温。第四条。 表面投射辐射均匀，但是后面三条呢可以等效为一条，就表面有效辐射均匀。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效辐射等于本身辐射加反射辐射。本身辐射均匀要求呢是物性均匀，表面等温；反射辐射均匀呢要求投射辐射均匀。因此的话呢，我们说上述四条可以归纳为两条：表面是慢射体。 表面有效辐射均匀。一个表面如果不满足有效辐射均匀的条件，这必须呢将它分割为若干个符合条件的微元面。极限情况呢就是把表面分成许多许多微元面。对于微元面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的物性是均匀的，投射辐射和温度也都是均匀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角系数就分成四类：微元面对微元面。 微圆面对有限面，有限面对微圆面，有限面对有限面。对于不满足第一个条件的表面，也就是说非漫射表面，通常比如说我们光学系统里面，它的镜片是镜反射，所以不满足第一个条件。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用角系数的概念，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九点一一，角系数定义及解释式。 计算角系数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是积分法。工程中用的最多的是代数分析法。典型几何形状的角系数呢，一般我们都可以从传热学手册或者传热学的书本的后面的附录里面查到。但是对于非典型的几何形状角系数，仍然需要进行计算。如果表面一和表面二。 满足前面的两个条件，即慢射体和有效辐射均匀，而且两表面之间呢为透明介质。所谓的透明介质呢，就是这个介质不参与辐射。比如说我们的空气，通常情况下面空气呢是氧气和氮气，它是三元子气体，不参与辐射。但是在燃烧时，在锅炉炉膛里面呢，有很多三元子气体，比如说是。 二氧化碳和水蒸气，那么它呢是参与辐射的，啊，双原子气体不参与辐射，三原子气体要参与辐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参与辐射的辐射换热。如果两个表面之间为透明介质，那么表面一对表面二的角系数我们记作为 x 下角标是一杠二，表示是一到二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表面一直接投射到表面二上的辐射能量。 占表面一辐射能量的百分比。那么表面一的辐射能量，也就是表面一的有效辐射。表面二的，表面一的直接投射到表面二上的能量，也就是表面一对表面二的投射辐射。那么这个公式呢，我们就用九杠一式来表示。啊，负分母呢是投射辐射，分子呢是表面一的有效辐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左图，啊右图这个。 就是微元面对微元面的角系数，那么我们下角标呢用 d1 和 d2 来表示，那么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 d 1我简写为 d1，d12 我写简写为 d2，也就是说微元面积 d 1对 d12 的角系数，那么其中呢两个微元面之间的连线呢用 r 来表示，那么连线与两个微元面的法线方向的夹角呢？ 分别用西塔一和西塔二来表示。我们从 dA 一上观看 dA 二，它所对应的立体角呢是 d 欧米伽一。E、我们用 I e 来表示有效辐射强度。那 dA 一对 dA 二的投射辐射呢，可以用公式九杠二一来表示。其中呢，就有效辐射强度乘上发射面的投影面积，啊。 发生面投影面积的话呢，要考虑到本身面积在投影方向上的一个夹角，然后呢再乘上它的微元立体角，啊，微元立体角。那么它的有效辐射呢，就等于九杠二 A 的九杠九杠二 B 的表示形式。注意到九杠一式，就是分子呢是投射辐射，分母呢是有效辐射，就得到了九杠三 A 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呢，我们用的最多，它是微元面对微元面的角系数。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说 dA2 对 dA 的角系数可以类似的写出来，就是9杠 3b。我们对照9杠 3a 和9杠 3b，我们得到就是角系数的一般的互换关系式：微元面积 dA1 对 dA2 的角系数乘上 dA1 面积，等于微元面积 dA2 对 dA1 的角系数乘上面积 dA2。 微元面对面的角系数，我们已经有了微元面对微元面的角系数，那么我们只要对面积进行积分，也就是对接收面 A2 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到微元面积 dA1 对有限面积 A2 的角系数。但是同学们注意啊、哦，校友们注意，我在这里的话呢，下角标呢是 A2s，就积分的范畴啊是 A2s，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而论。 A 二的面积在空间可能是个曲面，我们从 A 一上面来看的话呢，可能有部分面积看不到，也就是说光线打不到，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是 A 二 S 表示是被 D A 页看得到的 A 二的面积。那么同样的道理，D A 二对 D A 页的角系数可以表达为九杠四 B 三面对微面的角系数，这里我就省略了它的推导过程呢，跟微面面对面的角系数是一样的。 四，面对面的角系数，那么就是双重积分，既对接收面 A 二进行积分，也对本身发射面 A 一进行积分，这就是九杠六 A 所表示。同样的道理呢，A 二对 A 一就是九杠六 B。九点一点二，角系数代数性质。那么我们有角系数的定义和解析式，可以导出呢角系数的代数性质。 第一呢是相对性，又叫互换性。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推导和定义，我们看出来，如果我们一般性的表示用 Ai 和 Ak 表示两个任意相互看得见的表面，那我们就可以写出九杠七 A，也就是说，i 面到 k 面的角系数乘上 i 面的面积等于 k 面到 i 面的角系数乘上 k 面的面积。这个是有限面对有限面的角系数。 那么微圆面的就是九杠七 a、七 b 和九杠七 c，这个呢就是角系数的相对性，也叫做互换性。第二条，完整性。那么角系数 ak 与其他表面如果组成一个封闭系统，这 a i 辐射的能量呢，ak 的辐射能量呢全部投射到周围的表面。如果 ak 是凹面， 这我在这里表示一下，如果 A K 是凹面，那么它有可能呢，它的辐射能量呢就可能投射到自己的表面上面。但是如果是凸面或者平面的话呢，它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不是一般性，我们下面就说有可能投射到本身。所以呢，我们写的公式是 k 到 k 到一面，k 到二面，k 到三面，一直到 k 到 n 面。 所以呢，它呢应该等于一。那么这里的话呢，这个 PPT 啊，可能是公式的格式不对。这里原来我是省略号，这里打印出来是 L 了，啊、哦。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封闭体内任意表面对所有表面的角系数之和等于一。这个呢就是角系数的完整性。第三，角系数的可加性。如果有两个表面，表面一和表面二。 表面一投射到表面二上面去，现在我把表面二呢分割成表面三和表面四两个表面，那么显然，表面一的能量呢投射到表面二上的能量应该等于表面一的能量投射到表面二加表面三，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角系数表达式，就是角系数一到三加四，啊就等于角系数一到三加一到四，就等于角系数一到二。这个性质呢我们称为角系数的可加性。 第四条，等值性。如果有两个表面，一个表面是一，一个表面是二。如果我们呢，在这些里面呢，加几个任意面，譬如说二一撇或者二两撇，使这些面对于表面一来说呢，它能够完全的遮住表面二。特别灵敏，点一下就过去了。那么也就是说，表面一投射到表面二上的辐射能呢，要 完全能够投射到表面二一撇上面，以及投射到表面二两撇上面，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角系数的定义式得出来，角系数一到二等于角系数一到二一撇，等于角系数一到二两撇，等等等等，这个性质呢，我们称为角系数的等值性。九点一点三，代数分析法，这个方法呢，它的有。 应用的话呢，有严格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两角系数的两个要求：第一是漫射体，第二呢要求是有效辐射均匀。因为只有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才有面对面的角系数定义，才可以正确的应用角系数的代数性质。计算方法，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无限长的一个平面或者凸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我的一个横截面。 1> A 一、A 二、A 三，那么有角系数的完整性，我可以写出来三个十字。那么有角系数的相对性，也可以写出三个十字。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我们可以得到三个角系数，就是一到二的角系数、二到三的角系数以及三到一的角系数。三，代数分析法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情况呢都可以用角系数，就是说所有的角系数。 都可以用代数分析法求出，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用这个方法求解。那么我们由代数学知道，在联立的方程组中，只有未知数的数目等于独立方程式的数目，这个方程组才可以求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有多少个未知数，一共可以列出多少方程式。一个封闭系统内呢，有 n 个等温等温性的面。 每个面呢都有 n 个角系数，也就是说，一到一，一到二，一到三，一一直到一到 n。所以的话呢，我们说 n 个面共有 n 乘 n 个角系数。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列出 n 个平方的代数方程式，那就可以完全的求出所有的角系数来。那么有多少方程式呢？我们有角系数的完整性可以得出来，对于系统的每一个面，可以列出一个方程。 所以呢，n 个面可以列出 n 个方程。由角系数的相对性，任意两个面之间只能列出一个相对方程。所以的话呢，n 个面之间就是有个组合排列组合的公式，n 乘上括号 n 减一除以二个方程。那么第三个，如果有一堆面彼此看不见，就有两个角系数为零。r 对面彼此看不见，就有两个啊、呃，就有两个 r 个。 二 r 个角系数为零，这里呢我画了一个示意图。这个图，比如说是一个两间房间的啊，中间一个隔墙，一个门。那我们看一下，一面内墙，一面和五面，它彼此看不见；四面和六面是一堵墙的两个面，也彼此看不见。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未知数少了少了二 r 个，但是呢，相对性方程呢也相应的少了 r 个。四。 角系数等于零的面，如果系统中有 p 个面是平面或者凸面，那么只有 p 个自身对自身的角系数等于零。这样的话呢，未知数少了 p 个。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令 z 为未知数数目，减去方程式数目的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九幺六四。那么前面我们看一下，n 平方表示的是有 n 平方个未知数，有 p 个面是平面。 减去二 r 的面看不见，那么其中 n 个方程是为完整式、完整性得到的，n 乘上括号 n 减一除以二是由相对性得到的。那么由于有二 r 的面是看不见的，但是呢相对性方程要减去 r 个，所以我们得到下面的式子：z 等于 n 乘上 n 减一除以二减 p 减 r。如果 z 等于零，这个系统呢就可以用代数分析法。 求出所有的角系数，如果 z 等于 m，这必须已知 m 个小系数才能用代数分析法求解。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考虑的啊，那么如何如果如何使 z 的数目进一步减少？我们可以在封闭系统内呢做假想的辅助面，但是呢要注意，这个辅助面呢必须是平面。 如果是凹面的话呢，只有多了一个未知数，就是一对一面的本身的角系数，而且呢不能将原有的面呢分割成两个面，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比如说本来是四个面，那么一共有多少未知数呢？四的平方，十六个未知数。如果你把其中一个面分割以后变成五个面，那五五二十五个未知数，未知数一下就增加了，所以呢不能把原有的面分割成两个面。 这两条都比较容易理解。这第三条呢，不能使系统内的辐射能量分布发生变化。这个呢，我们在后面要详细的讲解。好，我们回过头看一下。那么，如果上述三个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呢，这每加这么一个辅助面，就可以增加一个独立方程式。做第一个辅助面，就可以使 Z 呢减少第一个。那么这个证证明过程呢，我这就不讲了。证明方法可以看参考书。 我的老师于其生教授编著的《辐射化学原理》研究生教材，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二零零年出版，四十八页。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计算例子，就是三个面的。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三个面，n 等于三，三三得九，九个未知数，其中三个面都是平面或者凸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根据这个式子来算，就是 n。 乘上括号 n 减一除以二减 p 减 r 等于三乘二除以二减三减零等于零，所以说这三个面完全可以用代数分析法直接求出来所有的角系数。假如是四个面，由四个面组成的一个封闭系统，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里面加两条辅助线。大家看一下公式，就是四乘三除以二减四减零等于二。 也就是说，必须加两个辅助面才能够使它求解，即需要两个角系数才能用代数分析法求其他的角系数。那么我们做两个辅助面，d 等于二，z 就等于零。这个算力呢，在我们在传染学里面学过啊，在传染学里面学过。四，采用辅助辅助面是应该注意的之处。第一条呢，就是辅助面必须是平面。 那可能有的校友说，能不能是凸面呢？我们看一下啊。那么如果是个凸面的话呢，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对于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呦这个他就手就，啊，就这么比表话表示一下。那但是对于这个系统来说，那么它就是个凹面，所以的话呢，一般画辅助面还是以平面为好。 第二个，不能将原有的面分割成多个面，这大家都能够理解。第三条，应该注意辅助面是假想面，不应该由于它的出现使系统内的辐射能量呢发生变化，不然就会引起误差甚至错误。下面呢，我们举例说明。那么，如图所示，这是一个筒形啊筒形面和一个球体面组成的一个器皿，一般我们在做 化学实验的时候呢，玻璃器皿就是下面是一个球，下面是一个筒啊。那么如果我们做化学实验，如果温度比较高，五六百度，化学溶剂、半透明介质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它对外的辐射或者对内的辐射。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假想面 A，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公式，就是呢 A 就是角系数一到二，角系数一到二等于呢角系数一到 A。 然后呢，从 a 呢到二面，那么这里的话你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角系数一到二就等于一到 a。那么它的物理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角系数一到二等于呢一面对 a 面的角系数，啊，一面对 a 面的角系数，也就是说一面对 a 面的投射能量的百分数再乘上 a 面对二面的投射能量百分数。但是大家看一下啊。 从 A 面的投射能量的话，能够完全被二面所吸收，所以呢，A 到二的角就等于一，这样呢就得到了九缸幺七四。但是这个设设置是错误的，我们看一下，如果我把二面啊分成三个面，就是二一撇、二两撇和二三撇，显然呢，我们从一面投射出去的能量呢，从可视角来说，它只能投射到二两撇上面，就是。 二一撇和二二撇、二三撇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由于一面与二二、二一撇彼此看不见，所以角系数一到二一撇应该等于零。同样的道理，角系数一到二三撇也应该等于零。但是由于我们画了一个假想面，加上了一个 A 假想面以后呢，这个式子就不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式子错错在哪呢？就是把辅助面的能量做了重新的分布。 啊，有图可见，实际上面一的能量只能投射到二两撇上面，但是但是提出了 a 到二一撇和 a 到二三撇以后呢，根据角系数的定义，所有的面都是漫射面，这样呢就在计算中间不知不觉了加入了 a 面是漫射面的假设，这样的话呢就通过 a 的。 能量在方向分布上发生了变化，这就引起了错误。一九点一点四，求角系数的微分法。那么我们已知面对面的角系数，求面对微元面的角系数呢？可以通过对前者的直接求导得到。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圆形、圆筒形的一个长的这个排烟管。 这在锅炉里面或者在热热能设备里面经常用到。那么假假如它的半径为 r，a 一层呢是进口面，这里是高温八百度的排排烟。P、a, a 二面 a a, a 这个这个管子的内侧呢是低温排出的。那么显然沿着这管子呢这个通道的话呢它的温度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现在我们想知道它对外的散热，我就要求出呢它环形的，就是桶状的环形的。 每一部分的面积对外的散热，这样我就要求角系数。啊，现在呢，我们假如在 A 一面，这是 A 三面，啊，这是 A 四面，就是 D A 二这个微于面,面积呢，是处在 A 三和 A 四在圆柱体上割出来的微于面,面。那么我们查手册能够知道，A 一面对 A 三面的角系数是这么一个表达式，这个一般在传热学手册都能查到，就是两个。 同心的圆之间的角系数能够查出来。现在我要查的是，要求的是 A e 这个入口面对这个环形面的角系数。那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利用呢角系数的等值性，显然 A 一、e、面投射辐射能量到 A 四面的能量，啊，到 A 四面的能量，或者我们说到 A 3面的能量，应该等于它到 D A 二的能量和到 A 四面的能量相加，等值性。 那么，由于 a3 和 a4 之间的间距只有 dx 非常小，而且角系数是连续变化的，随着 x，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面到三面的角系数增加一个微微量来表示，可以用泰勒级数展开，然后获略高阶高阶小量，那我们得到 a 就是角系数一到四等于角系数一到三加上。 角系数一到三的偏导数，啊，那么我们比较 A 式和 B 式，我们就可以得出来，角系数一到 D 二就等于这么一个表达式，然后把这个表达式还带带带入到已知的刚才前面的式子里面去，我们就可以求出来角系数啊一到 D 二的表达式，整个表达式形状，九点一点五。 求角系数的其他方法，那么一图解法，角系数的解析式呢，可以化成投影的几何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投影几何的方法来求角系数。当然了，图解法的精度效稍差，但是一般在工程中间呢，如果能够满足工程的一些需求，是可以用的。那么再比如说光模法，啊，我们可以参参参照实物做成模型。 也可利用可见光代替日射线来求角系数。九点二，求非漫射面的辐射换热传递因子蒙特卡洛方法。首先是我们讲一下引言。那么蒙特卡洛方法呢是一种概率模拟方法，它是通过随机变量的统计计实验来求解数数学、物理或者工程技术中间的一种数值方法。 早期的随机实验呢，是用投针、啊针、骰子、针钱币等方法进行。但是由于呢，受模拟实验工具的限制，能真正解决的工程问题是很少很少的。那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蒙特卡洛方法呢，首先在核武器的研制中得到应用。一九六四年，美国学者。 后来呢，将蒙特卡洛法引入到辐射换热计算领域。那么，蒙特卡洛法模拟辐射传热计算的基本思想呢，是把辐射能看成有大量的独立的光束，能束，光子组成。啊，我们可以看出是光束，也可以看出是能束，也可以看成是光子。然后呢，我们将热辐射的传递过程分解为发射、吸收。 反射、折射、透射、散射等一系列的独立的子过程。那么每一光束在系统中的传递过程呢，由一系列的随机数确定，并建立每个子过程的随机概率模型。然后呢，我们令每个单元啊，每个单元表示是体元或者是面元，发射一定量的光束，跟踪统计每一束光束的归宿。 它有可能被介质吸收，也可能被表面吸收，也有可能呢从系统中间透射出去，或者从这个系统中间呢移出去，啊，从而呢得到该单元辐射能量分配的统计结果。九点二点二，辐射传递因子。光速本身不携带能量，那么利用概率模拟的方法呢，可以求辐射传递因子，然后把它带到能量方程里面去。 辐射传递因子呢？我们用 R d 表示，下面下角标 i 到 z，就表示是 i 面发射 z 面吸收的。那么它的一般定义，在一个参与性介质中间的换了系统中，单元 i 的本身辐射能量经过一次投射，以及系统内其他各单元一次或多次反射、啊折射或者衍射后，最终被单元 z。 吸收的总的吸收份额，这就是它的一般定义。那么，如果表面间为非参逊介质，就是中间是透明介质，那么它的角系数一般定义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就面 r i 的本身辐射能经一次投射，以及经系统内其他面源的一次或多次反射以后，最终被面缘 z 吸收的总的吸收份额。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角系数的定义，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定义呢对比一下，比较一下角系数定义。注意，角系数呢是经一次投射后到达单元 Z 的份额。那么辐射传递因子呢已经考虑了一次投射，而经过多次反射也考虑进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角系数考虑是到达，而辐射传递因子呢是考虑的是整个吸收份额。 那么，由于它考虑多次反射和吸收份额，所以呢，整个是能量方程呢就简单化了。这我们在后面看到。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的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啊关系。当系统内各个表面都是黑体的时候，否则传递因子就等于角系数。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黑体的话，它只有一次投射，全部吸收了，没有反射，所以呢，多次反射就不存在了。 那么，如果是黑体的话呢，它到达就是吸收，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辐射传递因子就是角系数。但是对于我们工程中通常遇到的不是黑体的话，这两者有完全的不同的区别。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辐射传递因子都带这个带到能量方程里面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能量方程非常简洁，也容易求解。那么这前面是系数。 对吧？四，蒂波斯蒂芬波尔曼常数是已知的，卡巴是吸收系数，这是我们划分单元的体积 V。那么这里也是的啊，这是面积，这是发射率。好，大家看一下，如果我要求 Ri 温度 T 的 RiTi RI 和 Tz，那么只要知道了辐射传递因子以后，这个方程就很容易求出来了。同样的，下面对于单元面积发射的能量。 这个方程也是的，只要已知辐射传递因子，整个方程就很容易求出来了，就不用用角系数，还要考虑多次反射、多次吸收、来回迭代啊。那么我们如何求辐射传递因子？我们采用的是蒙特卡洛方法，啊，这就蒙特卡洛方法。首先我们要确定光子的发射点，它需要三个参数，x、y、z。 我们上面用 R 表示，角标是 x、y、z，R 表示是随机数啊。再确定两个方向参数，西塔角和发海角，就是圆周角和天顶角，也就是说纬度角和经度角。那么已知了发射点和两个方向，就能确定空间的一条直线。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确定一个光子与某一个面相交，这就是求直线。 与平面相交的空间解析几何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已知了这个发射点和发射方向，到了壁面上面，下面我们就要知道到了壁面上面它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再确定一个数，就是吸收反射参数。下面用 R 表示是反射，啊，一个随机数，啊，那么这样来判断光子被壁面吸收或者反射，啊，可能吸收也可能反射，这又是一个随机数。 如果光子被冰面所吸收，这停止跟踪，那么在该冰面上存入一个光子，也就在存储器里面，再进行下一个光子的模拟。如果光子被冰面反射，这再确定两个方向参数，然后进行下一个反射以后的方向，再在空间确定一条直线，即重复上述的过程，一直到它被吸收为止。 那么整个过程完模拟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们模拟在冰面一发射了一万个光子，当所有的模拟都结束以后，我们统计每个面上的吸收的光子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冰面五吸收了三千三百个光子，那么三千三除以一万，就等于零点三三。换句话来说，就是冰面一对冰面二的辐射传递系数就等于零点三三。 那么冰面三吸收了一千七百个光子，那么一千七除以一万等于零点一七，也就辐射传递因子一到三的辐射传递因子等于零点一七。辐射传递因子的性质，它具有与角系数相同的性质，就是完整性、守恒性、相对性。那么用这些性质呢，可以用来检验蒙特卡洛方法模型它是否合理的判据。 所以呢，我们通过上面的讲解就会发现，用蒙特卡洛方法求解辐射传递的最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建立正确的概率模型；第二，选择好的随机数产生方法，保证抽样是随机性。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一，子过程与随机模型。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光子的发射点的概率模型。作为腔体内的热辐射，由于 我们对腔体内表面不均匀的表面温度场都已经划分成不同的单元体元或者面元，所以呢，每个单元啊，每个单元面它是等温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能量是均匀分布。那么对于外部入射，譬如说是远处的太阳光，由于太阳光到达系统入口处呢，它是很远，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平行入射，所以能量分布也是均匀分布的。因此的话呢，我们可以对。 发射也好，入射的原点的坐标采用均匀投点的方法产生。当然了，如果对于有些特殊情况，啊，激光入射或者等等，它有可能是高斯分布，那么我们可以用均匀投点的方法产生以后，再乘上一个全函数。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确定光是发射点需要三个参数，啊，我们就以这么一个图，简单图来解释一下。那么，假如以这个。 框来说，就这个区域来说，那么 x 的最大值是 x_max 就等于 2，x_min 小就是一，那么2减一就等于一。那么其中三个随机数 r_x、r_y 还有 r_z 呢，是0到1之间的均匀选区，所以0到1之间是一个小数，可能是0.3，那么就是一乘0.3，就等于0.3，加上小的一。 就是一点三，也就 x 方向是一点三，然后算 y 方向，假如算出来是一点五，那么就是在 x 坐标一点三和 y 坐标一点五上有一个点，然后根据这两个点再算 z，这样就确定了它的发射点。那么光子发射方向，它的随机模型很简单，这里我就写了一下，我下面简单说，就是假如以这个啊，这个是圆呃圆周角来说。 那么圆周角总的来说，所有的点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就二派这个圆周范围内。所以的话呢，显然它的随机数啊，随机模型就是 r f i 就等于派 phi 除以二派。那么当然了，对各项异性发射的概率模型要复杂一点。那么这个是反射方向的啊。对于镜反射来说，它的入射角、入射方向等于反射方向。但是呢，在圆周角范围内呢，它是 r f i r 等于 phi。 呃，发 f i r 等于 f i c i，那么天顶角方向呢，一个是入射，一个是反射，所以正好差一个角度。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吸收反射模型。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假如这个表面的反射率是零点八，那么我们产生的随机数是 r，0, 对于零到一之间，如果是均匀分布的话，随机数模型比较好的话，尾随机数产生。 那么应该呢，产生一千个分数呃数字的话，有八十个是小于零点八的，有二十个是大于零点八的。那么理论状态下，最理想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小于零点八的被反射了，啊，大于零点八被吸收了，也就反射八十个，吸收了二十个，所以呢符合它的模型。那么如果吸收、反射、透射模型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反射率加吸收率加透射率等于一。 也是的，那么小于的是反射，啊，小于这个随机数小于吸收加吸收加反射就是被吸收，那么大于吸收加反射就是透射，这就是概率模型。啊，那么讲完这概率模型以后呢，这个校友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最最最最关键的是随机数，啊，随机数，什么叫随机数？那么形式上，随机数呢是从间隔相同的。 大数据中间呢，无序選的选择的数，比如我们所研究的范围，假如这些数是在零到一之间产生，那么我们可以写成零、零点零一、零点零二、零点零三、零点九八、零点九九、一点零零，一共呢有一百零一个数，我写在一百零一张纸条，然后把它呢弄乱以后放到一个容器里面，我从里面取出随便取出一个纸条来。 读一下，比如说零点十三，然后呢，注意啊，我要把这纸条再再放到容器里面去，再进行混合，再读取零点二三、零点二三、零点一七、零点零二、零点九八，这样得到的数呢就是随机数。那么这里面有一环节，一定要注意，我是把这个纸条呢又放到容器里面去了。 也就是我取出来再放进去，放进去以后里面仍然是一百零一张，这样呢就是前后面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前面完全不相关，就是马尔科夫列，如果我取出纸条不放进去，那就是后面这个事件跟前面事件是有联系的，因为变成了一百张，然后九十九张，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独立的了。那么如果我需要挑选很多很多张，那就要需要用更小的间隔，更多的纸条，比如说。 一万零一张，那么每个间隔零零点零零一零点零零零二。对于一个典型的实际工程计算来说，通常我们需要提供十的八次方、十的十二次方或者更多的随机数。二，怎样产生随机数？那么为了得到真的随机数，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呢，就是我从真的随机数中间取样，比如说。 电子回路中间的噪音，或者说放射性衰变粒子的计数等等。但是如果我把这些和计算机连接，发现它们太慢。那么第二种方法，我把真的随机过程的取样结果、啊，把它存下来，然后放到存储器里面去，快速读取。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呢，它占的内存太大。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呢？ 在计算机上面呢，获得随机数的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叫做尾随技数发生器，就是一个小的子程序。然后呢，我通过它产生大量的明显的随机性的数据。这里呢，我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就是 Monte Carlo 二十六程序啊，这个是 f o r t e a n 编的。这个程序很简单，一共就这么几行。如果去掉前面的和后面的 return 啊返回啊，一共就这么五六行。 那么采用我采用的双精度，一个是 f o r t r 七零的啊。那么我取了随机取了前面十个数。那么十个数的话，我们看看随机性。我把大于零点五的用黑的字体打出来，小于零点五的我用蓝的字体打出来。那么大家看到它不是非常均匀，其中六个大于零点五，四个小于零点五。那么如果我取一百个，可能就比较。 偏差就小多了，可能四十四十九和五十一，我取一千个、一万个，就是取的越多，啊，它的偏差就越小，这个随机偏差。那么产生尾随机的方法很多，比如说平均取中法、混同混合同余法、生同余法、混混沌法等等等等等等。那么一个好的随机数产生的方法呢，应该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 所产生的随机数呢，它应该序列应该均匀的分布在零到一之间，序列之间呢没有相关性，互相独立，充分体现了它的任意性。序的重复周期要足够长，具有完全的重复性。那么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在我们通常工程计算中间一一个，比如说一个流体力学计算过程中间，我们要把这个流程可能分成一万个单元、十万个单元。 每个单元我产生十万个或者一一百万条光束，那么每条光束我要统计过程中间需要三个点是发射点，两个方向，然后反射不反射，吸收不吸收。通常这个点从头跟踪到尾，可能需要十几个随机数。所以十几个随机数乘上一千万束光束，再乘上一万个单元，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要求的重复的序列足够长，具有完全的重复性啊。一般我们要求是十的十四次方、十六次方这么一个大的存序啊。那么在计算机上的产生的速度要快，占的内存要小。九点二点五小节。那么我们说，作为一个概率统计方法呢，蒙特卡洛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误差，统计误差。 其计算结果呢，总是在精确解值的周围呢波动。当抽样的随机数呃，随机抽样的模拟数据啊，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于精确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呢，目前模拟一个工程实际问题呢，单个面圆或者体圆，它的随机抽样光速数啊，已经可以达到几千万所，甚至几十亿所啊。 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课题组来说，在做课题过程中间呢，这个完全是根据计算机的条件，啊，反正一般情况下面呢，我们就认为，如果我今天晚上把它加进去了，进行计算，明天早晨出来看结果就可以，啊，那么当年是三八零的时候啊，这是我可能算几十万所，现在计算机的话，我可以完全算到几千万所，甚至几十亿所啊。对于那些由于计算过于复杂而难以得到精确解。 或者没有根本就没有精确解的数学物理模型，蒙特卡洛方法呢能够有效的求出可靠的数字结果，同时呢，蒙特卡洛方法本身的精度呢可以得到估计。那么实际上，我们搞工程的人都知道，计算结果的统计性质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应。比如说，我们有机械零件，它有误差配合啊，公差配合等等，所以没有一个实际问题不带有任何的统计因素。 九点三，3, 空间光学系统杂散辐射的分析。那么，随着空间技术的飞飞速发展，出现了各种光学系统，比如说星载多光谱扫描仪、CCD 相机、星敏感器、载红外成像光学系统等等等等。那么，大家看这里面有遮光罩、有光阑、有反射镜、有透射镜、有探射真理等等等等。那么，杂散辐射。 又叫做是杂散光或者叫杂光，它指的是光学系统中除了目标光线、成像光线以外，扩散于探测器成像表面的非其他非目标光线，也就非成像光线。它主要包括两大类，一个是外杂光，比如太阳太阳光漏进去了；第二是内杂光，内杂光比如里面有发热元件啊，发热元件那么产生内杂光。那么危害性。 它降低了下面的对比度和调制的传递函数，使得下面的清晰度变差。比如像看这个照片啊，那么可能有一部分漏进去了，它就清晰度就变差了。严重的时候呢，是目标图像完全被杂光的噪音所淹没。那么七十年代呢，我们国家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它发射回收多成功，但胶片一片白。 啊，回收回来以后，胶片冲一下，冲出来一片白，就是进入胶片面的杂光超过了实际是数百倍，就曝光过量。那八十年代侦查卫星呢，我们实际探测到五等星，实际探测到三等星，啊，就是星的等级越高，它的亮度越大啊。但是在卫星在天上转的可能在运行的过程中间呢，可能在它的市场角范围内，可能一等星一颗都没有，二等星可能寥寥几颗。 三等星可能有几十颗，四等星可能更多。那么星越多，定坐标就定得越精确。所以呢，我们说精确分析光机系统的杂光传递特性，实现有效的抑制设计，已经成为研制高性能空间光学传感器的关键技术之一。那么杂光的数量级预算，包括实验测量、计算分析。那么实验法。 由于实验的复杂性和费用昂贵，比如说我们要把相机放到一个真空罐里面去，然后真空罐抽真空，外面通液氮，把它降低到温度零下几十度，模拟太阳天上的情况，可能做一次实验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一般来说很难做到一个相机整个放进去做，可能是单个部件啊，而且呢，在设计过程中间，可能我还没定方案呢，那这时候还没有样品呢，所以呢，不能单独做实验，或者是。 不能做多种工况的实验。那么，计算分析法，特别是在设计初的阶段，我可以模拟各种工况，可以减少减少实验呃模地面模拟的次数，节省经费，提高研制周率。当然了，在上天以前肯定要做实验的。那么，计算分析法八十年代以来呢，美国普遍使用的软软件有军方制作的啊蒙特卡洛方法软件，NASA 制作的。 啊，区域化软件，休斯公司制作的光纤追踪法软件。那么我们国家呢，杂光计算从八十年代开始。那么，长城光机所、航天五零二、五零八、北理工、我们哈工大都先后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它的相关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它的透镜、光学窗口都是半透明材料，啊，都是半透明材料，所以不能用角系术的方法。第二呢，里面有近反射、慢反射、各种异性反射。 第三呢，有太阳，有电地气，呃电气光，还有呢光机里面的内热源等等等等。第四呢，卫星呢外面有很多伸出部件，比如说太阳能翻板等等等等，它多个传感器呢相互影响。那么一九九零年的，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呢，我们先后完成了资源一号卫星红外多光谱扫描仪，CCD 相机的杂光分析与计算，实现了十的负十四次方。 杂光衰减量级的精确分析，给出了清晰的传递路径。就它传递路径，那么在危险部位，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涂黑或者加挡板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呢是资源一号卫星多光谱扫描仪光学系统的示意图啊。这里面呢是棱镜，然后呢后面是分光谱，九波段、十波段、十一波段等等多波段啊。那么资源一号卫星呢多光谱扫描仪的杂光分析。 卫星呢，在轨运行三年，多光谱扫描仪呢，表现出了高分辨率、高清晰度等优异的特性啊。那么，其中对杂光问题的考充分考虑、正确预计和有效抑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从二零零年以后，我们又先后呢，完成了资源二号、风云三号、风云四号某蛋载。 试验二号、试验五号等七个型号新敏感器红外热像仪的杂光分析和研制。那么我们完成基本上都是首星，就是风云三号的第一颗卫星，风云四号的第一颗卫星。那它后面的研制二号星、三号星，我们就不参与了啊。那么这是风云三号卫星和风云四号卫星的啊应用证明，就是解决了新一代接轨卫星风云三号六台光学载荷。 相互干扰下，动态杂光分析，实现了该星十一台载荷优化布局，保证了全天候高分辨率探测。啊、那么我国第一颗首颗就是三轴定量的遥感卫星风云四号，大概是去年前年刚发射上去，发射上去啊，为风云四号多台载荷布局和杂光一致提供了干扰的。 干扰传播的途径、影响因素和抑制结构。好，下面我们讲九点四节反向蒙特卡洛方法。那么，随着火焰探测、燃烧诊断、天际探探测、高分辨率光学成像等技术发展，对光辐射信号空间分辨率的精度要求提出了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要了解的是，空间某一个方向上面，在一个非常小的立体角范围内，在一个或者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内的辐射能量的大大小。你比如说，像卫星从这个往下看，它的视场角非常非常小，啊，视场角非常非常小。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计算过程中间就出现了很多困难，绝大多数方法都是不适用的。那么我们传统的蒙特卡洛方法虽然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但是呢，计算效率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要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角范围内，它具有统计的意义，我必须要在计算范围内就发射更多的光束，但是如果你的光束发射过多的话，就计算了许多不必要的区域，就探头范围市场外的一些区域，啊，就不需要的区域我们都计算了。那么，一九八八年，英国的一个克拉雷登实验室呢，他们首次采用了。 反向蒙特卡洛方法分析中子散射的特性。那么，二零零四年呢，我们团队呢结合星载光学探测，提出了基于辐射传递因子的反向蒙特卡洛方法。那么，你看，这是两颗卫星，它探测角度啊就这么一个视场角。那么，蒙特卡洛方法按照跟踪路线的不同呢，可以分成两类。那么，一类呢叫正向蒙特卡洛方法，就是我从发射点开始。 沿着光子行进的路径跟踪，一直到光子的吸收点。那么第二类呢？我是反向蒙的卡路方法，我从光子吸收点开始，沿着行进路径反方向，一直跟踪到它的发射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了，如果是正向蒙正向蒙的卡路方法呢，它发射的光只有一小部分打到这个探头上面，所以它的效率非常低。 那么反向蒙特卡洛方法呢？我只跟踪到达探头的这个粒子，所以呢，它的计算效率就很高。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公式啊。那么正向蒙特卡洛方法呢，我对 b 面来说，表面我要求二派圆周角，啊，或者说二派的半球空间的一个立体角。那么对于体积发射，我需要求四派的整个球空间。那么对于 反向蒙特卡洛方法呢，我只需要求我感兴趣的那个区域，所以的话呢，正向模拟需要跟踪计算院内所有的单元，向所有的方向发射的光子，其中一小部分到达目标，大部分方子没有到达，大部分光大部分光子，所以无效计算。我反向模拟的话呢，我仅仅需要跟踪从目标在我这考虑的市场范围内的，所以呢，它计算效率远远的高于正向。 大概要高两个数量级，甚至三个数量级。那么应用啊，那么我们的算例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高温含粒子尾喷盐辐射特性的模拟。那么我们这里给出两个图：一个四十五度角探测方向的全长的光谱辐射强度，一个是九十度角的探测方向的全长辐射强度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哈工大的节能楼。 锦东路的门帘，这个啊，目前呢，这是校友们在校期间的。现在呢，正在改建过程中间。等到校友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门帘啊，已经变化了。这是我们东里楼，东里楼呢，这是我们是在阜华二道街进去的啊，正门东里楼。好，祝各位校友及家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方便的时候呢，回母校看看。谢谢。